开始，这个是我的记录，你看。没有 miss 不难，但你要打到 perfect 有这个电就有一点难度。要打得很准才会电，像这样，哎没有，像这样，棒棒棒棒棒啊，有电这种就很快，分数就会比较高。闪电就可以打得快一点，你看我的记录多么远，因为是这首歌是听了很久，为了去挑战别的歌，所以就没有这么习惯。要不 miss 不难，但是要打到 perfect 人生的难度才是那个难的地方。然后你看这个时候，有时候你会打歪，所以就会 miss。所以你在顾这个的时候，你还要注意你自己有没有打歪。乱了，慢了自己的记录125个米的，金色都拿不到，所以他又运动到，然后你又可以配合一点音乐，你喜欢音乐性的游戏的话，这个是非常适合的。然后呢，你买了之后呢，它就有这么多的歌给你选。这个是 Volume 1，它有 Volume 2。OK， 然后 Three 开始就要另外再买了。啊，这些你就要另外再买。你看买的那个 logo。所以说是非常，你可以买 multiplayer， 但是我试过一次线上没有人在玩，所以没有的 线上这些比赛。如果你有朋友的话，也想要找人一起 multiplayer 挑战的话，你可以找你的朋友一起，因为他是
你会自己，你可以 join by code， 就是那个 code， 啊，你也可以 host game， 然后上线之后呢，他就会有几个人，他就几辆船。如果真的没有朋友，你想找我玩也可以 ，OK。然后这边还可以换衣服，你分数高了之后，你可以换你的衣服，啊，你可以换你的锤子，换你的船，你的龙舟，换你的衣服，啊。另外送了一只小小 Octopus 吧，蛮恐怖的，这个有点大，我换一个吧，换一个 ，OK， 走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下载来玩，可以在娱乐当中顺便减肥。我帮你两首歌到三首歌之间，全身一身汗，我每天玩到满地都是汗，如果不穿衣服玩的话，我的汗是到处飞，飞到老婆 complain， 好，所以肯定会流汗，然后又可以玩，一举两得，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下载来玩。